要吃一饼子去准备。哎，是啥物人？我来走内底，啊！你跟阮女朋友是啥物关系啊？无你来走走入去，安怎哦？你这是啥物意思？啊，迄个人是啥物人啊？女朋友阿爷，啊，恁是伫讲啥？啊，是再一个期待啦？是我。罗正全，来虎，啊，正全哦，是我好心啦，阿姨有时阵还来家倒沙缸啦。小贝个性，我当然嘛了解，我嘛知影伊是同情我，才继续留在我身躯边，所以我对家己讲，绝对袂当让伊艰苦，我一定要比平常时更加拍命，才袂让伊后悔。嘉莲，你唔通给家己遐尼大压力，你家己有法度出门哦，已经是足无简单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吼。安尼根本就无够，我唔呐想要做一个会当家己出门的人，我阁想要做一个有能力、有担当的人，会当互相要幸福、快乐过日子，安尼才袂去予正权逼落去。小飞才袂离开我，等去正确是国面。来，林北，李佳，佳，你哪个这阵够有这款想法啦？啊，你是小飞的昂仔呢？啊，小飞跟正权的代志嘛已经过去啊，你就莫常常把正权当作是敌人嘛。伊根本就还袂过去，而且小飞即马已经安怎？乖乖啊，莫哭啊，爸爸哦，即马摕奶嘴互你食，啊。奇怪，阿嫂去倒位啊？乖乖哦，莫哭啊，爸爸哦，即马去摕备用奶嘴，啊。佳莲，你先休困一下，我去弄烧水，等下身体管理洗身躯。麻烦你啊，看你小的后生，哪会麻烦？小飞讲这话是啥物意思？冠廷是伊的后生，敢讲着不是我的后生？小飞敢是欺骗我？伊今日这么晚回来，敢真正是甲成功去研发酱料？而且伊根本就是早去甲郑群约会啊！小飞今麦连脚都无爱我脚，伊敢是甲罗郑群伊有啥物啊？伊伫想要当去郑群是故意，今麦我找袂啊，伊一定会趁这个机会离开我。你到底当时啊，才离开刘家的，当我是故意啊？你放心啦，我早晚会把你的亲生后事带回去你的身躯边。只是家里今晚目睭看无，我今日想袂开，所以咱暂时先请来食。杨哥，你根本都无怀疑啊，怪我家己伊的身躯边，我才想问下。